勞工處下個月為合資格外佣提供第四輪免費新冠病毒檢測。勞工處宣布下個月2號到2月6號，外佣可以在灣仔入境事務大樓一樓臨時派發收集站領取或交返樣本收集包，無需預約。開放時間是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朝11晚4，拎樣本包的最後日期是2月5號，交返樣本包的最後日期是2月6號。發言人說，自今年8月25號至今，政府已經為舊僱傭合約已經屆滿或終止並等待到新僱傭家庭履新的外傭提供3輪免費新冠病毒檢測。